你说，有多少人最后可以大获全胜呢？对于一名投资人来说，是让局里的大家都能共赢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江湖脚底下踩的不过是一个气球。无论输赢如何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逆风所向，时有江湖。我要把这双鞋重新做回行业前十，我要百岁的腾跃再辉煌百年。我们作为投资人，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这些企业找到机会，让他们成长。用更好的技术去做更好的鞋，真正意义上的逆风而上。让它变成我们国人的骄傲。